字典里的"搞"是搞什么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的意思是。我对自己学生下手了，果然是你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也不是没有反省后悔过，但这种事情一旦开始了，就停不下来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明白，你明白？你对我的学生下过手。我也听不下来，老师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败类？我是败类，败类。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敢说你是败类呢？我说的意思是 bisexual， 英文的双性恋的意思。所以你偷吃学生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偷吃学生了？你不是说你明白吗？我是明白你为什么杀了人呢、啊？我什么时候杀人？你没有杀人，你搞什么陈宇镇？陈宇镇是谁？我没搞他，我搞的都是自己班上的。你搞自己学生？你知道字典里“搞”是什么意思吗？字典里的“搞”是搞什么？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的意思是，